精彩爆笑片段。他的同事，因为他是韩国演员，所以你要把台词中文的台词给配上。有时候比如说台词多了少了，口型不对了，你要自己有修改。对，还有意思啊，很多东西。刚才说这个戏好多人都看过，也特别喜欢《回家的诱惑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，放下 VCR。 你是一个坠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你怎么可以毫无羞愧之心，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地跟我说这些可怕的话呢？我干嘛羞愧啊？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，都是我的心里话，我干嘛不能说出来？小偷？是啊，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，我偷走了你丈夫的心，我也很想将他物归原主啊。冰冰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都听我说。你给我过来。干什么你？对了，比如，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我的男朋友。谁男朋友？你疯了吗？这是《回家诱惑》里的一段武戏啊。这个品如的声音是你配的？嗯，是的。啊，那个李彩桦是谁配的？另外一个配音。好，今天来到现场，咱们这样啊，我们远景在线。嗯，好在呢，秋秋在这儿，你来配品如的声音。嗯，我们再从他们当中选两位。我来。哦，好，我就我你们两个演那跪求好吗？我们远景在线一下，看一看注入新鲜血液的《回家诱惑》。你是一个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你怎么可以毫无羞愧之心，大言不惭，还理直气壮地跟我说这些可恶？对不起啊，我干嘛要羞愧啊？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，都是我的心里话，我干嘛不能说出来？小偷？是，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，我偷走了你丈夫的心，我也想把他物归原主。精彩爆笑片段，精彩爆笑片段，爆笑片段。你说我要炸丸子，我让你大姐夫带一桶富红大豆油，说到现在他也不回来。对呀，吃富红大豆油，为健康生活加油。是啊，没这豆油也炸不了丸子呀。是，你说他上哪儿买去了？这么长时间都不回了。钱顺风，气死我了！你要干啥？你今天到底？妈呀，俩人又吵起来了，我得看看去，帮我盯着锅。好嘞，你劝劝我二姐啊。真是。最近呢？心情有点低落，小米粒总是不理我，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，我觉得我挺浪漫的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不是不够浪漫，是不够惊喜。今天我给她来点惊喜，争取把她浪漫蒙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嘘，三二一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惊喜不？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高压锅爆了啊？笨笨啊，小美玲，笨笨，小美玲咋的了？被我浪漫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笨笨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想吓死我呀？你来干嘛来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大姐夫让我帮他送一瓶富红大豆油。你是来送油来了，还是来要我命来了？不是，我就可能想给你惊喜，没准备好。你准备好，你不还得把我吓死啊？天天净整没用的，你赶紧走吧你。烦死了。那行，那小米粒啊，那我重新准备啊。什么呀？都把人气死了。咋回事啊？你别提他了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说要给我制造浪漫，这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你就说昨天吧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你出来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结果我高高兴兴地跑出去了，我一出楼道口，我一个大钱耙子就栽那儿了。咋回事啊？他把一整盆的花都放楼道口上，我没看见，一脑子栽进去了。哎呀，你是
这个甜品呢就是个二十、哎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他了，这油也到了，你快给我炸丸子。行，炸丸子，炸。哎哎，这一卡片是不是给你写的？我看看，嗯，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这写的什么呀？精彩爆笑片段。